看吧。有力，那么年这四万。4万。嗯，问一下。好。你问他差的有多远？你给我5万5，那为什么不卖？那是货主老板那你说5万嘛？5万5是以前人家给过的嘛？那你说我现在加到5万，他工厂人家出过，他不卖那是他的事情，我不会给到5万5的，我最多给到5万，所以他5万不卖我就走。这种商量呢，大概率是99.9%能成交的，所有有可能我又买高了。不会买高的。不会买高，那这种东西能做什么？你会做设计吗？不会。有人说这样像一个观音，想象力真丰富，它明明就是空白的一片。那你做个观音就是做观音。我觉得像一个蛋，一个椭圆形的蛋。那你店不卖了是吧？那你跟他说不卖就走了。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看一下这个门的拿的是什么？好。就不再对我装，谢谢啊。